交代啊？你我先系同一条船。我只系问你一句。但系一个门内，一个门外。你咪同谭志同有关。边咧？睇你唔系。桥归桥，路归路。佢要见本星皇帝都仲唔够？江山开基本是雄，五湖四海是一家。杀尽满洲西柏子，汉家起大保真雄。答得好。中国人打嚟打去，其实都系同族相残。我唔使睇，闻我都闻到出嚟。但系今次。真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，我只是覺得好像有一隻手，一隻看不到的手慢慢向我伸過來。上边点知转个头嚟就俾人执咗，亨利王最后成为咗新嘅国王，佢仲颁布咗个禁咒令。呢種人我亦都睇唔起。啊！光大，繁榮幸福。人世真係智力超群，佢哋有幾巧？啊、信服咗服凡服喪嘅馬，啊、唯有面對死亡，無能為力啊！就算你冇办法禁葬令，我一样都要死。如果我好彩死唔去，咁系天有眼。但我话俾你知，佢呢一死唔系一条人命，而系两条人命。君不见色雷斯疾风月海来，卷起巨浪接君云，黑沙滚滚翻海上，波涛。
你同時都是我哥哥，你的婚姻都很不幸，你一死害死了你所有在世的家人啊。田徑的行為本質雖然是好，生活是好是坏，是福是祸，系佢你应该赞美。自己选择自杀。先知啊，你嘅说话系几咁灵验。再見到明天的太陽，那些是未來的事，你要照管的應該只是你眼前的，其餘的就交給天。